就是这么屌吗？谢谢主席哈，还有我们主委、各位政府官员哈、媒体朋友、工作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先请主委一下好不好？陈主委有请。那个，对不起，我打岔一下。你好。好。如果各位官员认为肚子饿，不要紧。啊，边吃边开，好，没有，我们很自由，好不好？已经一点了，好不好？不要不要紧了。谢谢主席，谢谢。大礼不拘小节啊。好，谢谢。啊，主席，你讲话啊，就加两三秒我呢。我写作业，你看我讲，我读我了，看你就不爱。不要紧啊，哈，不要紧啊，不你读啊，不要紧哈，不要紧。好。念吧。嘿。主席，你先回去好了。你功德无量，哎，配合了。好，配合配合，对对，都大家对。孙大千委员，孙大千委员，孙大千委员，郭世春委员，郭世春委员，郭世春委员，林建荣委员，林建荣委员，林建荣委员，何彩凤委员，何彩凤委员，何彩凤委员，陈廷辉委员，陈廷辉委员，陈廷辉委员，王进士委员，王进士委员，王进士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蔡锦龙委员，蔡锦龙委员，蔡锦龙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郑金玲委员，郑金玲委员，郑金玲委员，潘维刚委员改书面，曹尔忠委员，曹尔忠委员，曹尔忠委员，田秋瑾委员，田秋瑾委员，田秋瑾委员，张家俊委员，张家俊委员，张家俊委员改书面。徐忠雄委员，徐忠雄委员，徐忠雄委员，许树伯委员，许树伯委员，许树伯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康世如委员，康世如委员，康世如委员，接着请江雄委员发言。好，给我一两分钟，不要紧了。哦，感谢啊，主委，啊，重新啊，我还没讲呢，重新记啊，加两分啊，不要紧了。江委员你好，啊，主委，江委员你好，太谢了哦，你要不要吃饭呢？哈，哎，不要紧，嘿。我见咱草地人吼，食一食一顿，嘛是足快乐个。哦，注意我是想讲过来请问一下啦吼。当然这是报纸报的，我今日报纸，昨啊报纸有看到讲吼，咱即卖吼国际吼很多的展示吼，拢会在咱台湾来啦，包括那个世运啦，包括那个什么天奥啦，啊，就包括台北国际花卉的博览会啦吼，啊，包括阮嘉义市啊，包括迄个管乐节。但是你无敢补助，要赶紧的，也咪无关系啦吼。我感觉吼，即马吼台湾的能见度吼越来越高啦，哦，这是一个好事情吼。但是我是感觉伫报纸内底吼有咧讲哦，讲吼，哎呀奇怪吼，阿里家即马就是去迄个啊做咱的农委会吼，有甲补助即个台北花卉国际博览会，国际台北国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嘛吼，他补助10亿嘛，对吧？他报道是有当对有吼，因为永久馆跟临时馆啦吼。嗯。啊，这个内底就是讲吼，啊，到底阿拜是要哪做啦？那是讲咱的鸟巢啦吼，即摆创啥啦？啊，那个台北馆阿拜，啊，咱的迄个台北市，哎，不是，迄个高雄市运阿拜是要创啥啦吼？啊，这吼、就是吼，还有一个规划吼，那较早前朝吼，足侪迄个文主馆啦，所以咱总统讲爱灭灰计划啦。注意吼，灭灰计划，大家你听无啦？我头前嘛听无咧。我来要文字馆的面啊，对了对了，我讲啊，这是灭火计划是啥物坏啊？我都听拢无。咱青武会拢讲吼，这是咱总统讲的啊，这灭火计划啦吼。哦，我讲我这吼好倒去啊，这灭火计划，伊讲迄就是吼，咱的杀虫剂内底吼有一个灭火牌的伊的意思就对了。啊，把那文字拢给杀死了，啊，就是像你讲的讲文字馆要消灭嘛，对吧？哈，这个情形嘛。啊，即摆是讲。你即摆吼补助的10亿呢？啊，即摆阿伯只管是要创啊？伊拢无计划。我有看台北市长郝龙斌讲，伊讲有啦有啦，这拢有计划啦。但讲是讲讲的，迄种讲假的啊。所以吼、哦，是不是吼、哦、会当吼、哦、看阿伯这个讲这个管吼、哦、是要创啥永久管啦？或者临时管的话是比较紧吼、哦。永久管到底伊阿伯是要创啥有规划无啦？啊，无用起来佫变文主管啦。有有有，跟委员报告哈。啊伊拢总14个馆吼，我知啊。啊，原来8个馆是旧的啦，就是已经有的馆啊，稍微整理一下来利用。新的馆有6个馆。对啊。啊，6个馆，参讲未来馆哈、哦，未来馆，我今麦农委会意思是讲，我们以后来并做农委会这个农业现代科技展览的这永久场所。今麦当欠一个
那其实咱的各改良场所啊，每年都有非常好顶尖的这些研究，我们以后就这个地方，气候让农委会大家点亮。另外像这个生活馆是田鼠美术馆，你们可以参展，但是未来结束博览会以后，田鼠美术馆会继续去经营。好，啊，像陈员工梦想馆，你公园院，以后对啊，我知道你有讲啊，讲一两个，我听你有啦吼，你把那资料给我。好。啊，你要创啥？啊，后摆是我当然会成功无？你来拢就变作迄个公务的机关，当然无问题啊。你若要去外输出，敢有问题？因有签合约，哎，公务当然咯，摕咱的钱来用。我讲，我想甲哥哥来讲哦，你要叫阮的教授哦，爱去讲哦，像迄个台塑啦，啥物哦，去甲申请哦，伊关的研究计划啦，唔是甲国家摕钱啊，摕咧啊，写拢藏伫咧，迄个亚洲。档案室里面啊，无咧创啥货，哎，要采集嘛？你讲哇，我是即马讲偌济啥物，其实拢无人咧用嘛，藏底下人无人连看都不爱来看，唔是讲大拢安尼啦，大部分拢安尼啦。喂，农委会袂啦。我知影上好啦，我是感觉讲吼，是毋是吼？后摆吼，即个吼一定爱吼，唔是干啦公务方面咧用啊，其他有看会当租出去无？是无？是。啊，与咱的公务机关内底，我是讲顺便讲一讲啦吼。咱的公务机关啊，是管市政府啦，啊是讲什么警察局等等吼，迄内底有足济迄个吼，拢起甲足水的嘛。啊，即马来讲吼，你下内底吼是毋是吼？你定一个吼规则，我来甲伊招是2万啊、1万啊，啊是偌济，伊拢唔定啦。啊，那就讲我就是有公务医生吼，所以吼我唔免定啦。即款是傲慢啦，真正是傲慢。咱即马全国是安尼，我即马咧叫人去查，到底你是即个啊个机关是不是袂使讲定一个规则？啊，叫人讲吼、哦、去办迄个展示，还是办什么活动？啊，我钱乎你啊，唔是叫你去了，你才无爱去用，迄就是吼、哦、咱诶政府吼、哦，感觉我都有钱啊。平时拢爱讲无钱啦，就是拢嘛讲无钱。啊，即摆来讲叫伊讲吼，你是毋是生财？伊讲吼唔免啦，啊，即吼未使借别人，我家己会使用，别人拢未使借啦。啊，借人你都有钱，都即摆学校那么开放，为什么不可以？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吼。你这管吼，当然是你口头讲，我拢相信啦吼。但是会当做，就是咱的这边经济不景气啊，对不对？哦，咱讲啦，未发未发会发，啊那会发就好，啊那未发要安怎？即马就是你讲这会发未发问题啊，对吧？吼、哦，你看报纸，啥物有应有会当讲吼，摕到正好的，啊啥物未使啊？一发就是安尼啊。而且这个是吼，这后摆问题咱无咧管啦，我唔是经济学家，我也未晓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吼，像这款的。这个无钱的这个所在吼，咱也是当讲做人，也是要创啥，这是爱考量的一个所在了。这点委员讲的非常非常对，我们一定要确保这几个哈、哦嗯、六个新建的馆一定要有功能，一定要使用。啊，不，你个十万、十亿呢？我唔捌看到十亿呢，十亿可能这间更袂落用，这间可能更袂落啦。我是讲要看自己讲，哦，十亿是偌济安尼啦吼，啊是讲干嘛这款嘞吼？当然非常好，花卉博览会非常好。但是后摆后续吼，唔通拢转变文主管，好不好？你若变文主管吼，会违反咱总统的灭火计划哦，吼，好不好？好，啊，另外就是吼，这是讲题外话啦，吼，可能人拢问过啊，然后咱家己了解。我是看个电视啦，我是足罕哩看的，但是暗时我转去吼，有当时会看电视，看新闻啦，吼，看迄个吼，莫那个台风来吼，啊，一挂漂流木吼。这个漂流木安尼，足济安尼，涌来涌去，涌来涌去安尼吼，啊拢无人去处理啦。啊，若去摕吼，讲这袂使摕啦。啊，无我嘛来摕者，迄块木迄偌济钱嘞呢？我来摕一支啊，我嘛会当讲我食一担呢，对不？啊，你即马吼唔忙摕，啊，佫唔好，干嘛去甲用出来？啊，若去看甲摕摕，你讲这是迄个窃盗呢，对不对？你若无注定哦，是窃盗呢，是不是爱注意？报告委员哈，漂流木拢总有98万公吨哈，我知啊。啊，其中27万是伫河川高地，啊，剩的啊60几万吨啊，已经清理到差不多90%啊。哈，港口嘛拢有啊。啊，港口哈、啊，港口咱伫第一时间哈、啊，渔港拢个清理掉、啊，当然清理掉以后，外海啊，佫有一半机啊走入来，咱佫个清理掉。好、哦，所以渔港是第一优先清理。啊，即嘛，村咧是伫迄个叫做高平溪的一个高滩地哈，即、哦欸、个进度较慢，27万吨，但即嘛差不多进度已经超到到30%左右啊。我咧吼，你阿伯吼啊先导啦，
和咱的百姓哦，咱的百姓不是讲大家像朱毅这么牛哦，啊，这聪明，伊什么嘛唔知啊呢？啊，有当时有人假呆嘛，不一定啊，对不吼？啊，那很多人做啊，大人做朱毅，那还得了？所以贵也搞得了。教导我们的市民呐、啊，对吧？那阮主席怎么咩？阮主席是一流的，真正我不会骗嘿。啊，就是讲啦，像讲哦，朱毅吼，你也甲因讲哦，讲啊，这吼未使退，这虽然是较慢，但这是国有的财产，你唔能去啊退。啊，若退掉吼，有当时也未讲我退。真是啦，有当时也唔知影啦，咱讲实在啦吼。啊，摕解摕一袋就等于打棒球，你讲安尼袂使，对不？啊，我感觉咧唔好啦吼，即个是讲吼，咱咧看过是，伊是咧三老鼠的迄款的情形，故意啊要创啊咧，对不吼？迄咱就要甲处罚。是。啊，那实在唔知影吼，卖讲啊掠到了，吼、哦，啊你特别安怎对安怎，不好啦。好，我们加强先导。啊，加了先导啊，讲这个国有财产啊，我来看要来做，啊，较紧啊，啊你今年的编的迄款啊，做收入嘛伤少啦。嗯。一亿元啊，一亿块你想办法办咧，变咧超两亿。今年的这个吼、哦、漂流木，我今日是当然我都拿花包出去，啊，不是，我都拿飘售出去了。但是我还两亿有啦。漂流木啊、哦，啊，差不多啊，起码七千瓦立方啦、啊、哈、哦，飘到的一部分，因为是管政府到三江的收集，爱百分之。我占好管政府哦，哎、欸，我的意思是讲，你拢总诶，迄个对啊，你是好50号管政府哦、喔，对对对。安尼啦，对啦，你即卖预估讲，咱这个莫拉克这个台风哦、喔，这個、漂流木哦、喔，大概会当收入偌济？啊，你懂啊？你要讲荷兰嘛？标售金额，高给超1亿4000万啦。伤少啦，加十七年都唔拿1亿4000万啦，你咧？啊，唔是啦，迄、那个跟委员报告哈、喔。98万吨来大部分是迄个没有办法利用的啊，这些木材啊，有法度参像讲樟啦啊、块木啦、小楠、牛樟，这拢已经捡起来。我讲哦，一平常迄三老鼠哦，就拢该搓的吼。啊，等下这個大雨来啊，倒落来吼，伊就去捡啊啦。当然，这希望摕一部分其实无唔对啦。但是我是感觉吼，可能你今年的编的那个预算是比较少一点的，可能啊，我是无未跟你讲要增加啦，我是讲。我是吼、哦、对主席是足好，我袂讲甲伊增加，但阮主席唔知影，伊要甲伊增加，唔敢，我唔知影吼。收入吼、哦、是毋是吼、哦？爱另外考虑一下吼，唔通伤少。你真伤少吼，阿摆吼无共像迄位吼，编迄个说医生吼、哦，含时代迄个结算拢无共，人也不讲啊，你真乌白编对吧吼、哦？所以爱注意啦，好不好？是，晓得嘛？较紧去啊，较用用咧，我人会当护工啦，人创啥物啦，较紧来啦。对对对，这个非常重要。好，阿个另外吼，是，我是看到这个。我的预算中心有下啦吼，我是没有真的去了解的。伊讲吼，咱的这个补助这个农田水利会吼，补助款哦，当就咱就起起来了。今年差不多有补助，那是偌济？22亿，220亿，22亿吧。所有农田水利会啊呢，是不是22亿？请处长答复一下嘛、欸。好，那个比较正确一点。是，蔡处长。这个委员好。好。那个拨走水利会的部分是吧？对，拨走农田水利会啦，农田补助农田水利会啦。哈。第一个是说补助会，就是替农民代缴会的是，一年是22.286亿。那另外公务预算补助水利会在做更新改善的，就是老旧的设施要做更新改善，一年大概是20.20亿啦哈。那另外这个振兴经济景气啊，今年特别的预算啊，编了32亿多。哦，这个是水利会的这个部分。那另外没有。加起来70几亿。另外哈、哦，这个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从化区龙水路里面的一部分是水利会在执行的，大概是这个10几亿啊。那现在水利公司哎，什么？就是讲，伫从化区内，从化区内的龙水路的水，有关水路部分是由水利会来执行，是大概十二亿啦。哦，啊，你加加起来只要几百亿个啦，吼。无啦，一点无。大概84亿、85亿左右。我你改省不要紧。啊，我讲哦，因为哦，龙田水利会是公法人啦。咱哦，所有内底哦，龙田水利会哦，是一个公法人的一个组织啦。啊，法人呢、啊，咱就无法度去改，无法度去改监督，你知影无？即么做事拢无法度监督嘛？哦，不管是农田水利会，他对我们的农业多大的贡献？吼、哦，我是干嘛讲吼？我们不要把很多的监督说由公法遁入到司法去了，
哦，啊，所以这个情形来讲是讲吼，你要来监督讲我去改补助这個，后摆就是讲吼，他真正在这方面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报告委员评估，并告一下做这些资料出来。报告委员，这个第一哈、哦，工程的品质，农委会有一个专案小组，怎么去抽查？啊，好，钢筋品质。第二哈、哦，他要做什么样的工程，事先都要一个规划，这个规划案要农委会一个专案小组审查通过。所以不是工程啥也别做，一定是。注意，我就知啦，迄种一定的工，迄、那个程序我拢听，我拢听有啦。一定的程序。但是实在去做，为什么每天都工程什么都会产生一些弊端出来，都是没有彻底的哈，去好好的做一种监督嘛。是，我们会加强。但是不是都你都无人去看，无人追踪，无人监督的情形。有派人，我们还有工程品质的抽查专案小组。哎所以我拢知影啦，我较早我虽然是毋是读土木工程的吼，我做过工程也足济啦。我手内底安尼监督出来，我那是拢无了弊端的吼。哦，我们会加强。迄就是认真，迄就是认真的，免讲一定是你安怎足认真的，你都会用足济方法吼去看到这个工程会不会非常好。好。迄阵啊，我你讲安尼迄个什么呢？你水泥是3000磅啊？没有，是，你看无嘛？他会钻孔戳样。我知啊，我钻过，我钻了很多了啦。我意思是讲吼，我落去买一支落什么来弄啊来拱来弄。虽然迄弄未准啦，但是吼差未足济啦。我这边弄，那边弄，这吼你磅数有够无够，我就知影，对不对？啊，这就是吼，咱真的是认真去做，是，好不好？是是。农田，那这个啊，做农委会哦，这个、所属的对农业影响很大啦。我们希望说，主委吼。啊你就你要草地人，爱替草地人吼、哦，爱甲因照顾一下安尼啦，啊，话咱的工程会足好个啦，好不好？是是，应该的。最后一个吼，因为阮的主席还袂讲，但是我最没啊，我拢袂开开，因为进步人要讲啊，我拢袂开开。甲话解讲哦，安尼解讲是足济，我若要讲哦，讲一点钟都讲袂了。啊，我主席就一定多念啊。我讲哦，这个主委，对这个吼、哦，水土保持局吼、哦，我们非常。非常的尊重，那也足认真地做，是来讲的。但是吼、哦，咱的这个吼、哦，你即马吼，马那个台风以外吼、哦，足侪拢是打电话来讲，哎，即搭吼，野溪要整治，即搭瘫荒，即搭什么坏，咱的署长是足认真的啦。哦，啊，就是讲这个情形就是，要安怎去做一个监工的工作，非常重要啦。是。哦，啊，医生当然注意你的医生，你的医生可以嘛？但是就是讲即马吼。很多哈、哦、都没有办法，当可能是因为这种工程人员不足的关系也说不定了哈、哦。有的人看看了，啊都爱看有医生无，啊都爱看讲伊有这个啊做时间无。所以我是建议哈、哦，主委加这个署长哈、哦，起码这个情形哈、哦，很多人都会来要求，也是要整治，瘫痪的要整治啊，无当哪过啊，希望讲吼、哦、署长吼、哦、这站吼、哦、较艰苦一点，爱真真正正去行啦。也去会勘，勘察也要排定优先顺序。我嘛去看，我嘛甲恁书记讲，我去会勘啊。陈主委啊，是，野溪都要整治啦，特别嘉义市嘉义区闹野溪特别该整治啦，这野山区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主席。野溪吼，我讲吼，足济啦吼，阮嘉义区虽然是讲吼人工足细啊，但是阮嘉义区毋是无灾害呢，你嘛知影，北江溪甲牛条溪拢有灾害呢，讲啥物阮无灾害？我讲吼，这就是足奇怪，就是无去看嘛，啊，所以吼。阮主席讲啊，就是叫我卖讲，我知影啦。但是就是讲吼，这拜托你吼，这署长，我嘉义市吼无足快啦，啊钱也无足济啦，特别爱拜托啦，互我好做人啦，啊无我足歹做人啊。大家来看，啊当时要来，当时要来，啊唔知影，好不好？是吼，他虽然辛苦，署长虽然辛苦啦，吼，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